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。今天呢，继续我们的 Skibby 防御啦，我们又再度回来啦。各位啊，今天这一集哈，老头要使用高科技摄影机啊，这一支呢啊，蛮多人敲碗的，想要老头呢来试试看哦。据了解呢，这一支的伤害呢啊，非常的高啊，当然是不会比我们的升级泰坦高啦。啊，一定是算是这所有单位里面算是最高的吧。我现在来粗略看一下好了，确实啦，啊，没有，他好像跟摄影泰坦摄影师一样，不过呢，哦，价格来说当然是这支比较便宜啊。那他的射击率比较慢哦，那这射击率比较快，但是呢，伤害算是以泰坦来讲，就是说不要说泰坦。撇除泰坦不说啊，它的攻击力是最高的啊。那我们待会呢就来测试看看。那我想一下要把谁给换掉，因为我想要带 DJ 啊，我想要带 DJ 来测试一下，因为 DJ 有增伤嘛。好啦，最后老头还是决定了这样子配好了。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对空的哈，不然的话那个气球很快就出来，根本来不及对抗啊，很容易就爆掉了啊。这个无双的话又要等他升满等才能对空啊，就有点麻烦。我们还是这样子配好了，老样子，自动跳过啊。然后我们这边就先放一只无双吧，无双帮忙先做伤害一下啊。我是不知道这个版本的无双啊有没有办法跟之前一样撑得住啊？他有被改过不是吗？啊，升到最满的时候伤害变成800啊，超高的，但是呢。啊，前面的等级有没有削弱不知道啊，只能看看了。忘记开速度了，撑得住吗？我记得好像最起码要先把它升一等吧。对，升了一等，伤害才稍微勉强可以帮忙打一下。然后我们这里再放我们的摄影机女孩，没错。啊，先把一只升满再说。啊，怎么感觉好像升蛮快的样子？好，那气球来了，气球来的超快的，你不用摄影机女孩，你怎么过？哦，伤害真的好像变高了欸，超快就把它射爆了，射一下就射爆，超快的啊。那这样我还要放满六只吗？之前都是先放六只满啦，然后之后再来慢慢的补啊。那这样我还需要吗？伤害好像真的变高了不少欸。算了，我还是照惯例放满六只好了。啊，放满了，这样稳了稳了。来看一下他的能力哈，他的能力现在目前呢，单下伤害是250，需要冷却3秒啊，距离是80m 啊，范围呢，爆炸范围哦，就是 AOE 伤害呢啊，15公尺啊。来升一级看看啊，变成300，其余的没有变，再升上去。啊，变350，然后多了充能时间。那个充能时间是什么东西？啊，然后从定向时间这个我也看不懂 ，CD 时间吗？不知道。不过他下一集的话，伤害直接变成不是伤害啦，他下一集的话冷却直接变成0.1秒，射更快呢。升看看，哦，开始充能了。哇，升上去直接开始冲人啊，那么帅啊！这感觉帅爆了。然后升满的话是400伤害哦，冲人时间变由20秒变15秒啊，反正他冲人需要时间嘛啊，那个 CD 时间呢一样是 0.1 秒没变，但是攻击范围啊升级之后变成165啊，哇，啊外观好帅哦。那个枪更大把了，有没有？然后多了抵抗，可以侦测隐藏，可以侦测空中单位。差点来不及啊！我是不是要开始多放一点啊？我现在钱超多欸，来，哦，放错了，我要放这个啊。我们可以先慢慢的观赏一下它的变化哦。哦，这边可以看。居然刚好啊，这是第一阶啊，第二阶好像没什么太大的改变，第三阶好像也没太大的改变，它的背部没有装东西啊，然后第四阶枪变了，然后呢
身上好像多了一些纹路之类的，他的背部开始多了一个很像什么脊椎的东西啊，管他的。然后这是最后一阶啊，最后一阶没有钱了啊，最后一阶要75000，哇，最后一阶这么贵哦？哎，我都不知道这个最后一阶这么的贵哎，哎，会不会挡不住啊？超担心的，会不会挡不住啊？我们自动跳过先不要了好不好？哎，你们加油啊！还是我先放个无双压压惊一下，放了没钱无所谓啊，能撑得住最重要啊，能撑得住最重要啊。对啊，你看我们这无双现在单下伤害变800，超高的。哎，我刚是把一个卖掉了，哎，确实不小心卖掉了，吓死了。哦，我们现在有钱了，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了啊，有没有他的背有这个？哦，升到最高阶长这样子啦啊。战术背包背在后面这样，其实我觉得它的外形改变算是最普通的呢，欸，没什么特别的，都一身黑这样子啊。如果黑色再配一些更多红色的一些外观的话，应该会很帅。可惜了啊，全身黑，丑丑的啊。然后我们这边可以再放一下啊。其实我在想啊，我要不要在这边开始放了？在这边放，我们可以提前一点。它最多可以放几只啊？来得及吗？感觉应该是来得及哈。我来升，我来升。最多是放8只啊！啊，了解。最多是8只啦。啊，两边雷射，双向齐射。我们的无双要稍微来补一下了，啊。有啊，切木架快了，断路了，断路了。啊，这边清得住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这边开始往前推移。啊，基本上这个可以不要了啦。啊，就是我们那个什么可以不要了，我们那个女摄影师可以不要了。然后这个全部补这里啊。对，没有错，非常好。全部升上去。哇，帅气哦！啾啾啾啾！哦，这个单位是不是太多了？啊，让我们这个发挥一下嘛，对嘛，发挥一下他的伤害啊！这个主角是我们这家伙啊，是不是？啊，我要把我们这个放后面一点了，我们那个高科技摄影师清不掉的啊，他来帮忙，是不是？哇，这个声音听起来真的很帅耶！你看，一整排，哇，帅爆了，有没有？来 ，DJ 女郎，来看一下哈。啊，原本是400.01秒 ，DJ 女郎升满会多少？啊，现在没有钱，升一下。继续升，继续升。哦，我们 DJ 女郎抗性999啊，好猛哦！升到最大的是吧？我们看一下，攻击冷却还是 0.1 啊，我感觉最高就是 0.1， 不会再变了。然后重新定向呢，重定向时间啊 0.25， 好像有稍微掉了一点。哎，伤害为什么没提升？哦，要点移提升，没事，不要理我。变成 0.08 了。0.08 充能时间呢？原本是15秒，变成13.04。伤害原本是400，变成451。射程呢？原本是165啊，原本是165哦，165大概是多大？我看一下，随便点一个啊，这165到这里吧，啊，到这个桥这里嘛，提升上去啊，变成241，但是怎么感觉好像没有变大？有吗？啊，算了，我不想管了。反正就是都有提升啦，好不好？欸，都有提升啦。啊，这个 DJ 啊，来提升一下，原本800伤害变成903啦。Oh my god！ 攻击冷却原本是一点是2秒变1.73，厉害了这个。啊，有提升就是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哦哦哦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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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声音哇！
真的是射越久，那个感觉威力都出来了呢，这样子。啊，打完了，还有吗？哦，还有。啊，我不是听说第十五波有缩短吗？有缩短它的那个，缩短它的时间吗？第十五波好像有被缩短了，怎么感觉好像还有啊？刚刚局面出现应该是要结束了才对啊。结束了，十五分啊，并没有缩短啊，啊，不是说第二张敌人最后一波有缩短吗？怎么还打十五分钟啊？咦，好吧，算了，不管了。总而言之呢，这就是高科技摄影师啊，你们觉得强不强？我个人是觉得还不赖啦，但是呢，它成型是真的还蛮慢的，因为一支要价5500。我个人是觉得价格太贵了，以一个小型单位来说啊，可能它贵就是贵在它的输出高吧，我是这么觉得。欸，因为我其实一开始还没用它的时候，我是把它想象成就跟我们的狙击手啊，或者是无双差不多的那一种。好啦，反正这就是一个展示齁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一样哦，如果喜欢这个系列，记得不要忘记按下喜欢，喜欢达到1000以上，老头会更努力的拍这个系列啊。那如果想要追踪老头的最新影片通知的话呢，啊，订阅加小铃铛开起来啊，就可以获得最新的通知，你就可以马上看到最新的影片，知道吗，各位？那我们下一集啊 ，Skibby 防御再见啦，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